纯内向，雷顺生，一身纯内咋像？纯淤几轮打底，竹笋破土而出。在四川浦江西北部，因早春打雷及出笋而得名的雷竹笋，在被春雷唤醒后，纷纷探出头来，感受春天的气息。清明节前是采笋的最佳时节。大哥，你是不是挖的雷竹笋了？几点钟开始挖的呢？天都没亮就开始了。这个时节，村民都十分的忙碌，拿着工具，推着竹筐，在竹林里四处寻找春笋，抢挖春天里的第一线。原生态的种植方式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雷竹笋固有的山野风味和营养价值，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。这种纯天然环境下生长出来的雷竹笋，个头饱满，粗壮洁白，甘甜脆嫩，鲜美可口，好甜哦，有股清甜味。竹笋采挖后容易变质老化，纤维流失。那我赶紧背回去做菜吃哦。走，妹妹，上来。勇哥，哎，今天丰收了，挖了几十斤笋子回来，累惨了。快进来。哎，卢姐，你好。来，好重。哦，这个鱼大。来吧，勇哥，吃吧！哇，底下好多笋丁儿。这个笋子回的香了。嗯，这笋子好吃。嗯，来，又香又嫩。